大忙人儿啊，东家长啊，西家短，专帮人解难题儿啊。嫉恶如仇，不计得失，满腔热情提前退休，心不下岗，还得搏几会儿啊。有一个大杂院，住着街坊和四邻儿啊，新朋友旧相识，有事没事串个门儿啊。赵钱孙李鸡毛蒜皮，锅碗儿长盆瓢盆，用我心换你心，人间他有真情儿啊。地震了吧？您这动静跟耗子，跟那地震也差不多。哟，老马回来了。对，你们家出什么事了？你妈是死是活啊？少来啊！你少惦记着。不是，你妈要没死，你怎么能弄出这么大动静来？我不是回娘家问问我妈他们家乡在哪里吗？不是，就算你问出来了，我没问出来。啊？没问出来就闹出这么大动静来？你听我说嘛，我妈他们娘家家乡在哪儿，我是没问出来。可是我妈他们家原来的生活情况，我给问出来了。哎呦喂，可是不得了喽！有什么不得了的？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过了今天没明天，一天吃不了一碗饭。天喝不少半碗粥，赶上荒年十天半个月不吃饭，就这么干扛的。遇上灾害，一年半载水米不沾牙，就这么生挺。这胡说八道，那能挺得住吗？那不早活活饿死了？你们说那些啊，全没有。哎，感情我妈他们娘家原来是个大户人家啊。我说是地主吗？还大。那就是大地主，还大，那可就剩下恶霸地主了。还大，那就是恶霸大地主，还大，这可没法再大了。那要不就是恶霸大地主再兼着那个大资本家，还大，那就再兼着那大军阀，还大，那就再兼着大坏蛋、大贪污犯、大反革命，还大，那就再。那得干脆直接枪毙了算了。还什么什么什么枪毙？胡说，你们家大业大，招谁惹谁了？不是不是，你们家到底有多大的家业？你老一个劲儿还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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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是还大嘛。你们俩说的都大。我们娘家原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大户人家，所以啊，说我们家乡在哪儿，我妈说不清楚呢，什么京东啊京西啊，感情嘿，甭管京东京西，全是我们家的啊。京东京西，那你们家得多大呀？大呀，大的你都想不出来，我也想不出来。黄土马家听说过吗？听说过，不是马三立那相声说的？干嘛相声啊？是真事儿啊！可这北京四周围，滋是有黄土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家的，一直到内蒙古大草原才不归马家管。啊，都到了内蒙古了？差不多，差不多吧。
我们家的势力范围嘛，说也就是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这么几个小地方。啊，这还小啊，这也太大了，这差不多等于一个小国了吧？小国干嘛呀？等于整个欧洲吧。啊，整个欧洲都是你们，都是咱们家的。嗯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的天老爷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你肯定是在做梦，你姥姥准是又犯糊涂了。哎，我妈今儿可特别清醒，真的特别清醒。这不可能，这像清醒时候说的话吗？这，他老人家真没犯糊涂。他要没犯糊涂，那就是你犯糊涂了。说说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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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元朝，元朝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没有犯糊涂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你没糊涂，我糊涂了，行了吧？半夜三更不让人睡觉，这都哪儿的事情？这都。哎呦，什么哪儿的事啊？我们家的事啊！你先别睡，哎。陪我再聊会儿。哎呀，今天回家跟我妈一聊，我这心里头啊，要不我烦你妈，没事净招你。怎么是她招我呀？是我招她。这甭管谁招谁了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反正你妈这种做法，我有意见。嗯，闲着没事净跟你聊什么家乡啊，又聊什么家乡的事儿啊。咱还别说她不是真的，就是真的又怎么了？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？老提他干嘛呀？哎呦，这得提呀，不提哪成啊？当然得提了。哎呦，打小人就说我们啊是小户人家的孩子，穷家小户，小家败事。这忽然老了，老了，我成了大户人家的孩子了，我能不提吗？成了大户人家孩子又怎么了？啊，这提了。你不还是你吗？一不给找工作，二不给涨工资，有什么意义？有意义。哎呦喂，你一大了去了，这样的话我就不一般了，我就是一个有根基的人了。有什么根基？有根啊，有根底啊，有名有姓的，有根有底的人家啊。就算全是真的，管什么呀？哎呦，那可管大用喽。就说咱们那个邻居，那个死不久那王老太太吧，哎，她要就是一个孤寡老人，谁爱搭理她呀？是不是？可她老说呀，她早年间给那袁世凯当过小老婆，甭管是真的假的，哎，就显得她那么不一般，是吧？就显得那么有根基。哎，就显得嘿，大伙儿哎，就显得这么尊重他。哎，王老太太是这样，我妈也是这样。啊，感觉你妈也给人当过小老那什么啊？话吧，我妈的娘家好嘛，黄土马家的闺女给人当小老婆，当大老婆都不去。哟。那可就剩下当老姑娘了。啊，不对啊，你妈要是老姑娘，你打哪儿来的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你妈呀，准是在外边偷偷有人。你妈在外边还偷偷有人呢？这我妈是有人啊，我爸呀。你妈有谁啊？我妈也有你爸呀。哦，我爸呀。你这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妈没嫁人，你们黄土马家闺女不往出嫁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妈他们娘家，哎呦，钱太多了，是吧？怕闺女嫁出去受委屈，哎，所以从来不嫁闺女，只是呢招那上门女婿。哎，我估计我爸呀，就是招的那上门女婿。就你妈那脾气，你爸要当了上门女婿，那得受多的气呀！我还没当上门女婿呢，就把我气成这样了。谁气你？谁气你？他妈就是你气我呀，这半夜三更不让人睡觉，老跟人折腾你妈娘家这点破事儿。这说睡觉，赶紧睡觉。哎呦，这我哪睡得着啊？好嘛，那么一大份产业，我站着房，我躺着地，
摸摸脸，嘿，什么也没给我剩下，我冤呐！你有什么可冤的？你现在不也过上幸福生活了吗？是啊，幸福生活是过上了，可是产业没有了，我冤。你这不冤不冤，要产业干嘛呀？你就要一个家庭和和睦睦。你想，你跟着我，我就因为跟着你，我才冤，冤死我了。哦，宝贝儿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吃早饭喽！来了来了，哎呀，哎，吃什么呀？来来，哟，就这粗茶淡饭的呀，我咋吃得下去？妈，您昨天不跟我说，咱们家原先那土地有整个欧洲那么大吗？是是是，那我得趁钱成什么样啊？大早上起来就让我吃这个呀？是。哎呦喂，孩子。哎呦，现在可就不能提当年的话喽。人嘛，就得能屈能伸。对，妈再给你煎个荷包蛋，吃完了赶紧上班啊。嗯，我还上什么班啊？我一大户人家的孩子，是特大户，特大户人家。对对对对，我一特大户人家的孩子。哎，现在混得这么不人不鬼的，每天早上起来跟笨命似的，上来臭豆腐厂就为了挣那两块臭豆腐钱。你跟我这儿干嘛呀？我这不明摆着给我祖上丢脸呢吗？我宣布啊，打今儿起我还得不上班了。你可不行啊，孩子，哎，你要不上班的话，哎呀，连这两块臭豆腐钱你也就挣不着了，是不是？挣不着吧，谁稀罕呢？饿死不干活，穷死不上班。瞧见没，大户特大户人家的孩子就是这么有派。可是光有派没钱也不行。那没办法呀。那您别让我知道这事儿啊。昨儿夜里您刚跟我说咱家过去如何如何的趁钱。好吧，早上起来您还让我跟往常一样跟笨命似的上那破臭豆腐厂去上班去。你说这反差也太大了，谁受得了这刺激呀？受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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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受不了也得受啊。昨天晚上啊，我是一宿都没睡好啊。您才一宿没睡好，我那是一宿没睡着啊。越想越冤呢，我不单是想我的工作，我主要是想我的生活，我的终身大事。终身大事跟这没什么关系吧？没关系啊，关系大了。咱们家要不是穷成这样，那我早就……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哎，就说现在咱们家是不趁什么钱，这可你人跟这儿摆着呢，是吧？这相貌，这人品，哎，还怕找不着对象，还愁嫁不出去？嫁是嫁得出去呀，那也得分嫁给谁呀？英国有个威廉王子，你听说过吗？听说全世界的女孩全都追他。是啊，这要搁过去啊，我还真是连想都不敢想。现在你也敢想了？现在我是敢想了，可我就怕他不敢想了呀。啊，他不在欧洲一国家吗？咱们家原先的土地有整个欧洲那么大呀。您说他还敢想我吗？哎呀，要是威廉王子他都不敢想你，那查尔斯王子也就不敢想我了。那菲利普亲王也就不敢想我姥姥了。瞧瞧，要不说大有大的难处啊。说什么呢？这是没睡醒呢，说胡话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俩该吃饭的吃饭，该干活的干活，倒动弹呢，怎么了？这都是孩子，醒醒醒醒，从梦幻中赶快回来吧，回到现实中吧。这现实也太残酷了，您不觉得吗？我怎么不觉得呀？刚才还查尔斯王子呢，一转眼变成你爸了，我冤死了我。
不，哟，怎么了，大宋兄弟？啊？我尝白尝尝，感情是碱面，缺德啊！哎，你偷吃我们家东西，还骂我们缺德？切！谁偷吃你们家东西？我一个有钱人吃你们家点碱面？我就是有钱，干嘛吃碱面啊？不是，我是想吃碱面，结果吃了白糖。不是想吃白糖，结果我吃，反正我是什么也没吃上，没上活该。什么叫活该呀？我就是有钱，你能把我怎么着吧？什么什么呀？啊，哪儿跟哪儿啊？哦，你有钱，你就把我们这碱。哎呀，你也算有钱人。这要在以前呢，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把我给唬住了。现在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家先前呢，比你阔多了。是啊，哎，感情您家也是有钱人呢？那当然了。哎，干嘛也是啊？就说我是，你也是。哎，别跟我往一块儿说啊，我当然是了，就你。你也是，哎呦，你跟我们家当年比起来，最多也就是一要饭的吧。你就是要饭都要不着热乎。干嘛还热乎的？给口凉的吃就得了。谁要饭呢？小看人呐！我告诉你，马大姐啊，我那4亿零400万的工程马上就开始了。4亿？干嘛还400万呀？还是4多亿呗，我那工程大。那还算大呀，哎呦，4个多亿，在我们家也就算个要饭的吧。这么点的小工程也值得一做，还不如直接要饭省事呢。你比我还能吹的啊！我告诉你，马大姐，我们这工程做完了，我们就直接进军俄罗斯了。一个俄罗斯，哎呦，那么点个小活还值当进军？我们家当年呢，哼，整个欧洲都是我们家的，没工夫去。是啊，你想去也得让您去。嗯，得嘞，既然您也是有钱人，咱们有钱人跟有钱人之间就甭客气了。哎，我跟您实话说说，嗯，今天我饿得真够呛了。不是没钱啊，是我那工程最近出现了点问题。是啊，嗯，哟，你那工程是不是钱不够啊？说说差多少啊？我行，大姐帮你凑凑。真的？那感情好啊，差倒是也差不了多少。不是4亿零400万吗？400万我倒是有了，您就给我凑齐4个亿就齐活了。得，我给你凑多少？4个亿，嫌少啊？不值得一凑。要不您一块儿给凑齐8个亿就行。8个亿？哎呦，我给你看看啊。哎，我8块钱都不凑手，才8个亿。哎呦，这还剩8毛，刚才买菜剩的。8毛干嘛呀你？8毛我先拿着吧。我算你那还剩3亿9999万9999块0.2毛，等明天把这钱划到我账上得了。明天？明年我也划不过来呀，我没有钱，我拿什么划？不能啊。您不是有钱人吗？哎呀，你没听懂，我们家呀，先前有钱，现在没有钱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感情您这是找心理平衡呢。什么平衡？就是您比方说啊，嗯，我们家上辈子就是要饭的，嗯，到我这辈子才是要饭的。哎，您上辈子家里有钱呢，嗯，这辈子改要饭了。哎，我没关系啊，祖上传的就是要饭，到点我也没改行。我看你是没改行。啊，是，咱都没要过饭，嗯，是吧？您看您炒好这两盘菜搁在这儿，我连看我都不看，想我都不想，没要过饭嘛，嗯，张不开嘴。是。您要是非让我尝尝，凭什么呀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家那么大的产业，我都不要，这两盆菜算什么呀？干脆就给你吃了吧。大庆，我。
安莎姐。哎呀，刘强，你回来了。嗯，我都等你半天了。去，哪儿来的穷小子呀？你敢跟我套近乎？这要搁过去，早让我们家保镖给踹一边去了。你们家还有保镖？那当然。你爸都给人家看大门去了，那等于是给人家当保镖。你们家干嘛还雇什么保镖啊？什么都不懂。你说的是现在，我说的那是过去。过去，懂吗？不懂。过去那不都过去了吗？我们班有一姓爱新觉罗的女孩，还说他们家过去当皇帝呢，成天追我，不爱搭理他。真的呀？真的。难得你对姐姐我。姐，不就中国一皇帝吗？有什么的呀？小弟，那整个欧洲都是我们家的呀。听说过英国的威廉王子吗？他追我都不理他。啊，姐姐，你没受什么刺激吧？你，我当然是受了刺激啊。真的？那我还是离你远点吧。我还是找我的爱新觉罗同学去了啊。你给我回来。你找爱新觉罗，我找威廉王子去。谁说人活着就为了钱？不该管的闲事儿还是得管。虽说昨天像一阵风过眼云烟，从现在开始也不算晚。拍一我拍一，赖汉也能取好戏。你拍二我拍二，人老还得有个伴儿。你拍三我拍三，五一神功要揭穿。你拍四我拍四，出事不能自顾自。你拍五我拍五，虚假广告太离谱。太离谱了。你拍六我拍六，装修还得自己弄。你拍七我拍七，偶尔咱也打回的。你拍八我拍八，小孩早恋必须抓。你拍九我拍九，两口子吵架别动手。你拍十我拍十，发挥余热还不迟。谁说是金人家他太平凡，没有老百姓社会不能发展。再难的日子只要你有个信念，别说你忙